破烂，焦瓶焦罐，烂铜烂铁。大伯，什么烂啊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那总破焦瓶还有纸瓶，要不要？要要。要啊。啊，你家里有啊？有啊。在哪里？在那边，跟我来吧。好，快来。美女啊，那么远啊？到了到了，这里就是我家了。好，先把车放好啊。慢点啊。让我帮你拿出来。哎，不用了不用了，你在这里等着就好。我帮我快一点，我耽误时间。哎，我家很乱的，你就在这里等着吧，两分钟我就拿出来了。好。哎呀，卖点破烂先，没有钱花了。老公老公又不寄钱给我。哎呀，想买一个包包、口红都没有钱，真的是，哎呀，这日子真的是没法过了。哎呦，好像这样更有重量一点哦。哎呀，干脆这样，哎呀，把这个放进去，这样不就有钱买口红还有包包了吗？包包还有口红就有着落了，哎呦，好像还能放。哎呦，哎呀，都有200斤了，能买10条口红。哎呀，这老公也真是的，不寄钱回来给我，连裤子都没得穿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呀，那个美女要弄我。等半天，弄什么名堂？哎呀！哎呦，干嘛呀？哎呀，耍流氓！哎呦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干嘛呀？哎呦，还满不吭声的。哎呦，我说你这个人干嘛？哎呦，踩着我手了！哎呦，你都干我啊！哎呦，幸好我里面还穿了一条短裤呢。那么久，等了无贷款，都是一些破胶瓶，多少钱一斤啊？ 是什么的？哎，都说破胶瓶还有纸瓶了，多少钱一斤？1块钱一斤啊？1块钱？哎，哎呀，1块钱就1块钱吧。哎呀，你别勾到我衣服了，穿紧一点哦。重呢？哎呦，那么重啊！哎，再整一点啊！哎呦，150斤。150啊？啊。哦，行行。赶紧的，给钱。哎呀。150块。哦，哎呀，真是，真的是实在太好了，轻轻松松又赚了150。慢点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太好了！慢点啊！啊，拜拜，下次还有我就卖给你啊！好嘞。哎，嘿，这个老头。扫一下卫生先。老婆，哎，老公回来了，你回来了，今天发工资了，哎呦，全部上交给你，哎呦，这么好啊，是啊，你在干嘛扫地呀？是啊，我刚才把家里面的破烂还有纸瓶卖了，所以就倒扫一下，把破烂卖了，是啊，哎呦，老公你真厉害，赚了这么多钱，老婆，在上面那个纸箱，纸箱呢？纸箱，对呀，卖了呀，卖了，是啊。什么时候卖的？就刚刚5分钟前。
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老公，干嘛呀？等等我！哎，老公，老公，干嘛呀？慌慌张张的，不就卖了个破烂吗？干嘛？那个破烂是多卖了多长时间了？五分钟啊！五分钟，确定？就是五分钟前，你干嘛呀？那个破烂老往这边走了，还是往这边走了？往那边走了。确定往这边？确定啊！哎呀，完了！哎呀，赶紧追！干嘛呀，老公，等等我！伙计，嘿，今天丰收了，今天。我东西大坑烂铁，太重了。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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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哎呀，这个美女也能长得那么漂亮，那个心那么黑的，拿个砖头坑我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哎呀，我做一个月都赚不来这一点钱了。真气人啊，里面可能也放砖头啊，这种人，哎呀，好雷打。哎呀，哎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我收一辈子破烂，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，哈哈哈哈，走回家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如果我这样就走的话，以后我来赵柳村啊，别人都讲我那个牌头是啊贪财，我这样走的话，这个美女，这个家庭就散了。做人不能没有良心，别人不仁，我不能不义啊。那好，我今天我看那个美女怎么样，我让你们无脸见人，我让你在交流村永不拔个头，那个头永不抬不起来。我看你坑我，你这个人找死呀。来，好，我全部送还给他，我找他算账去。这种人我收几十年破烂没见过，心有那么黑的。哎呀，老公，老公回来呀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确定是这个？是你啊，是我。你不找我，我都想找你呢。老公，就是他，我卖给他了。老大伯，我老婆是不是把纸皮垃圾卖给你了？这个是你老婆？是啊，人是漂亮啊，对对对，心是黑的啊。你先不说这个，有没有看到一个纸皮里面包住那个小纸箱啊？哎呀，没有。老公，你干嘛要问他这个啊？你老婆卖给我的，就是这个，这个。那那个，你收我家那个垃圾呢？转卖了。转卖了啊！连那个纸皮也卖了。卖了。老公，你到底问那么多干什么？卖到哪个废品站了？你带我去，我等下给双倍的价钱给你。带我去。不去了。啊？真的连纸皮全部都卖完了？哎呀！找什么了？老公，完了！找了，完了！人家都说卖我，哎，转出去了。你这个败家的臭婆娘，干什么？完了，哎呀，这是真的完了，哎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老公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哎呀，老公，哎呀，那么伤心吗？完了，你是找这个吧？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哎呦，怎么那么多钱？哎呦，就是这个。老公，你这么这样背着我，你找那么多私房钱？什么？哎呀。走回来就好了。哎呀，谢谢你啊，老大哥。你
以后啊，你要多管教你的老婆，连我这个老人都坑，你心居何在？哎呀，我说婆那容易吗？我酱油老咬咬笑，我老伴身体不好，我赚两块钱都不够买药，我一个月赚不了那么多钱，只要你拿个砖头坑完我的，你想气不气啊？老婆啊，你看看你今天干的什么好事啊？人家这么老一个人，你卖点破烂竟然还在装那个砖头在里面坑老人。哎呀，老公你还说我，你背着我找那么多私房钱，哎呀，等下我再跟你说。你说你每个月都不借钱给我，你还口红，你还凶你老公，同吃一锅饭，为什么你个心讲那么黑呢？你还不知道、啊、悔改啊、嗯、今天卖破烂多少钱？就卖了150。150是吧，老大哥，这150是今天我老婆坑你的，现在还给你。今天呢、啊、刚好你卖都卖给我，开别的别人开车就走，你两个我抱枕头哭吧，可能你两个就离婚了，这辈子你就完蛋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就你走运啊、你知道这个钱是我平日里省吃俭用存下来的。你整天不顾家啊，整天只顾着出去打扮。如果我不把这些钱存下来的话，早就被你败光了。这些钱呢、啊，是我存下来想把我们家那个房子翻新一下的。这样子的。哎呀，幸好人家这个老大爷、啊，人是人心好啊。如果是其他的人呢、啊，早就把这个钱拿走了，不要说那么多了。啊、老公，我知道错了。知道错了，赶紧跟我坐一报台上，人家这个老人家赶紧的。啊、哦！哎，老大，放开我，我全部可以还你们了、哎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哎，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哎，老大，你听我说。哎呀，老婆，你说吧。哎、那个大伯，实在是对不起啊，我今天不应该干这种事情。哎呀，可能你。哎呦，我老公他每个月寄那些生活费给我不够花，所以我才想出这种歪门邪道的事情。哎呀，你大人不是小人过，知错就好。哎呦，以后不能坑人，做人要做好心人。知道了，是吧？嗯。如果你这样坑人的话，你日子不好过，我告诉你。好，我知道错了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大哥。哎，这10000块钱算是给你的一点酬劳。不用。用我贪你的钱，我也不拿回来给你。哎，以后你们记住，教死教砖，一定要记住，不能坑人。知道了。哎，老大，先别走，先别走。哎呀，要不是你把这些钱还给我们啊，可能我老公啊都要跟我离婚了。我老公在外面辛辛苦苦的赚钱，就存了这么一点钱。哎呀，幸好你。还给我们，要不这样吧，来，这是报答，多多少少是一点我们的心意。如果要你的话，我就不回头拿给你，你知错就好。啊，好，好了，两个好事为之、哎。看到没有？以后一定要诚实做人。知道了，老公，我以后钱我拿着保管。哎，赶紧回家吧，以后不能干这种事了。啊，我以后不干这种事。走。